人呢？你站那门口干嘛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你是读者还是谁啊？这个非要那么……哎，你别站着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是你们这都他妈哪儿的？不让进啊！啊，你们这都是读者，哪儿的？你们这是哪儿的？别把老同学挤坏了啊！这是哪儿请来的？你们是哪儿的？这地痞！哪儿请来的保安啊？是哪里请来的？不要冒人，不要冒人啊！哪儿的？给我说清楚！哪里的？你说你们这站着像个什么样子？今天请你们，你跟我说这样好看吗？你们，我们就是你是领导，你这样好看吗？花了多少钱的？好看不好看？这样，是哪儿的？你跟我说。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，你这样这好看吗？你是哪儿的？你叫什么？你不让我们进办公区，我们要办公，正常办公，进去说话好吗？进去说话好吗？啊！不要！这是干嘛？为什么不要？别！您甭管，你可以不让进。这是我们杂志社，你拍我们有什么不能拍？你拍我干什么？你拍我们了？你不要拍我们了？哎，他侵犯了我们小孩，你们那么多人，他怎么拍我们了？你拍没拍我们？不要冒人，真是的。你这拍没有？你拍我们了吧？你是哪儿的？什么相声圈不相声圈的？你拍我们不如拍你们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是我们炎黄春秋媒体第一单日交税的最后一天，你每个公民照章纳税是义务，而且是责任。你们要破坏我们的交税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脸儿给录下来，或者是把它给录下来。哎，把它录下来。不让我们开，你不让我们来交税。要是有什么责任的话，税务方面有什么责任，哥们儿，您负责。听见没有？进办公区都不让进，简直是。太过分了！你们是哪儿的？我问你，当然要交了，媒体当然要交。你不知道？您不知道啊？整个一法盲啊！他们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们要来，所有到武装，我不管人家啊。走，去交税去。走，起开！滚！我两位进，我们的。咱都这也是我们一位，走啊，走，干嘛？走，行，进来，给我开门，别老子开门。